顺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农历正月十一，第十一道答案。示范上金刚三杵的那位是世界著名的大活佛，他为什么背对着上杵？他说他惭愧，他不愿意公众亮相，因此我们无权对你的要求告诉你他的法号。现在这一把明代的普巴金刚杵上供在世界佛教总部寺庙中。莲花扣尊者甘丹莫之马凯圣德说，什么毫不沾边的问题都来咨询，今天就例外告知你们，上天杵的大活佛不是泰国的英刚，又名阿刚。关于英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没有见过也不了解，咨询得到的准确讯息不错。他的师父陈宝生带阿刚和一批他们的师兄弟在深圳拜见过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团体公众接见，只有那么一次，至今20年了。羌佛与阿刚从来没有任何来往，从开始到现在，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一次也没有收阿刚做过弟子，从何谈起还教过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帮陈宝生收过钱这件事。他们泰国有个什么样子的佛堂，在什么地方，是谁出钱修的，不知道，对他们两人的关系不了解。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带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2018年2月26日。